好的，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进入全黑的世界啊！大家不要以为电视机坏了，现在我就把灯来点开。我看到了，我们屋子里呢其实是这样的，好多摄像机，全部呢都是特殊的夜视仪器。然后为了防止这个摄影机的闪光灯闪出来啊，然后我们还特意用黑色的胶带，看一下，把这个灯都全部粘住了。然后为了防止我们的脚步声特别大，然后地上还特别的铺了地毯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的桌子脚都是用特殊的材质包了一下啊，防止嘉宾磕到上面的时候会疼，特别的软，所以这一点呢大家都可以放心。然后这个呢就是黑暗屋了。然后至于怎么玩呢，摄像机不要停，有没有非常快？对，就是这样。